打击。教育部发布由立部门联合印发的《二部教育教量评价指南》，从全国学校学生三个层面设立评价指标体系，针对最宽小、最深刻框架评价指南提出，不加学校下达深刻指标，不断属于深刻率评价学校校长及教师。同时要求《二部教育严谨回归跨区域招生，《二部教育阶段不分重点班，学校要加强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及体育硬性管理。另外，因吊山路、剑山至剑武西食路段时间改走，从马上开始临时调整一带十一接六路公交线的走向，更临时增加剑雄公园、剑武桥西，此对市能民而言更当吊脚的站点。好，来台剑职的增额。不负春光，不告龙狮，始终正是春耕时在。各地农户纷纷买着包仓，一个传统的南港老宅不单，如今的见证有了高新技术的加持，变得更省事又省力。最近到田园区金浦街道梅塘村，石宝无人机顶龙岩机械做大型成就，助力农户春耕生产。长虎跑鱼，长虎子，小鱼烤鱼，大鱼茶，黄科焦仓下半上。低头自腰，止不达。这是宋代诗人杨望里描绘农家总动员好当抢插五秒的画面。秋耕播仓是好在当老年人难忘的记忆。稻麦当村仍有不少农户采用传统的方式，一人低着草帽扎起裤卡，弯腰插五，成为乡村长夜工直到亮丽的风景。不过，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效率哩非常低。正想补补长个哩花植物，一日有正补长。若做个做长个哩是正着少艰苦，都是让物个哩着较苦哩。我这哩做长哩是抛黄拍金，哩是我唔知是爱烫人卵，哩是着生死着出个烫哩。入到另一片农场，记者采稿，诺泰乘坐式插秧机正到水厂内底来花个创作。直到到五秒从苗板顶杯流落来，稳稳地入到仓内底。农户张景达传统的南耕包仓，一年一日只有变完成一百分地，花掉能消耗掉五秒，热插五机来包仓，直到地每人二十分钟就变完成，大大节省能力的时间。如果正常的话，平均一天能达到30到40亩地。前期我们在耕地的时候，主要这个地要耕得平整。一定要平整，然后平整以后呢，我们在插秧之前要给它沉淀2到3天这个样子。这个主要是沉淀让那个泥啊有一点硬度，它秧苗插起不至于倒掉。不过如今厉害的是，如今已经流行播播技术经衰进超杂经并接，到天亮下则时无人机播播行到营市火顶杯，直接抹在水调整治的无人机到超窄弯界操控下，来回穿梭于农场的上空，所到之处，金层层的整治轻轻的筛落，不到五分钟就完成了植物水层的搬整任务。大概眼讲的，这就肯定了。现在已经是农，以前是古老的稻仓，现在是科技的稻仓没有。据介绍，此款石宝无人机具精良直播功能，可以通过设置膨胀速度和高度，控制每部水调整治容量，并采用高速气流喷射的方式，将调整精准播撒到仓内底，均匀而不相整，整治成活率达到90%以上。它这个效率一天可以达到几百亩地，这一个效率相当高。那我们这个直播啊，它从空中抛下来种子是相当的均匀。我们这个无人机它可以撒肥呀、喷药啊，这些都可以的。而且我们现在它这个载重量大幅的提升，达到一次能提升到80斤肥料。据天亮下则时负责人介绍，现在农忙的时候，高家人拢着直起上阵，卖到腰酸骨折。现在用无人机背拔树叶、树杯，承包植菜保水仓，只需要时间无能就变管理好。花减少了育鱼加插鱼，挪改房东的农事房宅，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。
欢迎在新埔到这里二十多年了，现在全部是以南港差，效果非常困难，南港这非常恶做，少的无能机来朋友，自家碰杯是效果非常好，兼着能力非常好来着，又平静爱静温，所以这个不一定杀的不是时段碰，兼着能力要兼着了变如六十。 从南江宝仓到宝仓及宝仓，再到无人机陪伴，拥有低龄会高新技术界农人机械，才逐渐成为正鸟大好、甲光大农民界好帮手。让正昌变得更轻松，也对话此事情低龄会专业会规模会的农业生产，故动摇界形式意义。在这旁边，我此东心社区及沙头附近海面龙舟岛白茫茫的大雾之当。 咱们八点半左右，连江岛所以岸壁边，此气象台发布今年首届大雾五十二强，二强到明早九点外才过到。如果此气象台恶劲，后一期受冷空气影响，或此气温下降，朦胧天气将渐高一段落。咱们七点外开始，茫茫大雾逐渐笼罩台城，浓雾一更当，连江岛明显降低。 不少高涨的强度，拢被雾气缭绕，甲披着一张薄雪边样，行驶到马路顶的车辆也只能开着雾灯，盲速行驶。日不久，市民界门神朋友圈也被各式各样的朦胧雾都刷偏了。往途水面头，都已经看到那个山石也来海湾的那个城堡的石头高涨，已经起那个封面的朦胧开播去哦。包括那个行道叫即摆什么？ 但还是什么什么也开始传播了清楚。高明早，大雾正好要侵入城，东花是无山前。记者顺声发现，大海滨长浪、林北乡广场等地方有不少人裸乘凉。伊人呾，只剩下个空气对比之在变化好大。内海湾的景象都看得到。是今天吗？今天就感觉整个都被一层大雾给笼罩了，能见度非常低。 今天早上出来跑步也是感觉到整个空气都比较沉沉的，雾雾蒙蒙。嗯，哎，我想是咩情况？应该吧？唔知，我不提示，提示有关系啊。佮加上，我此届指定龙雾主要是受暖湿气流影响而形成个。咱们八点三十七分，东兴城区及沙头附近海面，连江岛小于五百米。 此气象台发布今年首届大雾五十二强信号，高明早九点外才过到。昨天晚上的雾呢，是东南气流将暖湿空气从海上推到了比较冷的下店面，就是地面，所以在沿海地区，这个雾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，像东海岸和中心城区的东部地区和澄海的东部地区，这种地方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。 下，这阵朦胧的天气，当时正结束呢。此气象台预告，随着这个冷空气的到来，后部天气将于后日结束。预计明天，就是周六，这种雨雾的天气还将持续，气温将有望达到28到29度。21号到23号的期间，都是受一个冷空气的影响。 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2度到24度左右，雨雾和阴冷的天气呢，即在22号将有一个变化。那么在22号以后呢，将转有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。那么冷空气的势力其实还是比较弱的，来势汹汹，但是影响的时间不长。此气象台提醒，大雾大雾的天气来到，由于雾重、含雾带量，每世界定爱考量。 空气质量有所下降，因此也不宜多户外冬凉。此外，从开气温多变，大家也莫急着对出旧衫改收起来，还要多注意保暖。春季天气变化比较快，还是不要过快的减少衣物，留意我们的最新预报。 那么冷空气影响期间呢，海陆风力是明显加大的，海上的船只和渔民朋友要注意安全。根据此气象台界最新消息。 受暖湿气流影响，我市东部沿海、连江岛各地，预计子孙甲马的杂星、东兴城区及沙头附近海面，又将出现连江岛所以岸壁边界大雾天气。此气象台已今日傍晚5:40发布大雾五十二强信号。
大家若出行，请注意交通外窗。市区场所非法行为，唔但破坏为了市场特殊，反危及就将咱个健康外窗。因此，对黑场所，卫健部门直接严厉拆除。昨暝，市卫健局组联合另外区卫健局开展灭车行动，并处置了一个开到居民区内个黑场所。近日，市卫健部门接市民举报，反映到另外区外沙街道华埔村有一个黑场所。每日傍晚七点过后就开始执政，且造成人员无从位置结成。为此，市卫健部门决定迅速予以拆除。昨暝八点，执法人员经过摸排，最终锁定了一个退市普通名体的黑场所。执法人员发现，内底设有装烟的床铺，以及药柜、配药台、注射药品柜以及储藏箱等。警察涉事人员未能出示卫生资格证、卫生执业证，或者是其他为了卫生技术相关执业资格证件，也未能出示为了机构执业许可证。你会办执业卫生证？不。你到底去了过？直接过的。你连手续都在喊？喊。他自己家就主要他就是没有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，然后他这个行医的人也没有那个执业医师的资格。现场有查的，他有这个处方，还有那个那边的药品，中药、西药也有。他这个处方是中药比较多。到造成太嘅客队，一本红色嘅储藏铺引起了执法人员嘅注意。面对询问，涉事人员打唔出个所以然。两客本啦。找我借来的。啊？他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跟这怎么现在还不清楚？进一步的调查，因为这块呢是它是红色的，它是一个麻醉药品的，我们一般专用的，比较管理比较严格的。随后，执法人员也达了，责令停止执业活动通知书，并将对发现的药品和器械进行登记和补充。一个我们就向亲人起立，然后就药物他这个医疗药械没收，跟挥发所的，然后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进行立案调查之后，才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这个处罚。据介绍，黑场所内底所涉及多少是不具备执业资格的计划性，伊能未接受过系统计违法专业学习，缺乏临床监测经验及技术，结果引发患者病情，危及患者计健康外窗。卫健部门表示，将清洁部严厉拍击开设黑场所、非法行为等行为，也提醒市民公正，日常就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。我们就到正规医院，因为这个很没有保证的，他们都是没有我们合法的执业资格的。包括现在我们疫情防控，它这一块也是没有这个防控措施的。大型火车车身大，载重的，到车流密集的区域，结果引发交通事故。行检镜，致力有效避免致食门堆的发生。这样子，直属嘅沙湾为了节省时间嘅成本，经常是先从侥幸抄近路穿检镜，甲道路换窗带来了极大嘅影响。近期，另外交警部门就先有查处路两穿检镜嘅大型火车，并约谈了涉事嘅建筑公司。三月十七号明早九点过，交警另外自动队嘅民警到接警站发现。一辆混凝土轿跑运输车不顾险岭，来到了五号黄山路口，民警一时将其拦截下来。大货车呢，就是不按规定这个时间路线行驶呢，他们为了节省时间，绕近路，他们当时是闯禁行的行为，就是违反了这个禁令的标志，没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，中队是依法对他这个司机做出这个闯禁行行为，这个扣三分和罚200元的处罚。经调查，民警发现被处罚的车辆为汕头市达泰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所有，而该公司所属的另一部逆光车，多被估计二月二七号也因为闯禁行被交警部门处罚。接市民举报，该逆光车在长平路行驶，这个时间段是属于禁行的，交警部门依法查扣，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38条、第90条，对驾驶员处罚款200元。驾驶证扣三分。针对多时间来两双两次有大型火车无视交通法规强闯禁行的行为，
另外交警部门检测约谈了公司车队负责人及涉事驾驶员，要求企业加强它的内部管理，特别是对司机出发前这个要进行交通安全培训啊，要求他们做到这个人车都要进行台账登记，严格管理，消除这个交通隐患。经过培训教育，公司车队负责人及涉事驾驶员均认识到错误，表示将提交安全意识，督促交通违法行为。两次这个我们的司机这个闯进行，是我们这个企业这个管理这个不到位，今后我们一定加强力度，对司机这个双层教育都进行双层，对于这个今后嘛安全这一方面，我们一定会这个每个月来开一次安全会议，宣传这个司机这个在路上一定不能闯进行。以后这个进行啊，是不能再走，会注意的。谢谢交警部门的批评和教育。承认错误，要注意这个闯进行的事情，不要给广大市民的朋友们添那个麻烦。交警部门表示，落来将提速补贴交入梯时，严厉拍击运输车辆界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，确保道路通行。挖窗无数，交警部门将加大力度对泥头车、泥罐车、洒漏、超载、冲红灯、闯进行、不按车道行驶、不礼让斑马线、故意遮挡或者污损号牌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管的力度。日前，在贵州省外来港因精神病发展而出走，车队家属慌乱到堵不住的时候，汕头交警部门急民之所急，相互找到了几名精神病人。明早，伊个家属专门向市交警支队及高速大队送上锦旗，表达谢意。走失个几名外来工是一名中年男子，患有肝血症精神病，平时也外出拍工。本月一号明早十一点外，伊从市区个几部大卡车外出，随后失踪。调遣工业志愿者协会为此发动热心人相互寻找，但男子直接不见踪影。四号凌晨一点外，一名疑似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出现到山昆高速公路泰山北路等，引起了民警的注意。就看到一个男子啊，那个衣衫褴褛啊，坐在那个高速护栏上，我们马上就在现场呢，就是采取了安全措施了，先行组织指挥过往的车辆，确保安全。最后呢，选择适当的时机把他强行带离了高速。到无边确定男子身份之后，民警将男子送到了市救助站。我们有在附近的精神病院带了他去辨证，看是不是他们走失的病人，结果都不是，最后我们只能把他送到汕头市救助站，啊，先行安置。然后在后续的再进行寻找他的家属。随后，交警部门到梅县警察空档发布直接潜水一名男子家属的消息。日后民警发现，该男子正是调遣工业志愿者协会接落潜水的高某。本月六号，高某也再到民警甲志愿者的陪同下，到汕头市救助站将伊接转起来。对于民警甲志愿者的相扶，高某的家属值得心存感激。明早，伊能分别向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及高速大队，以及调遣工业志愿者协会等单位，赠送了锦旗和感谢信，表达谢意。那时候就非常的着急，我们白天晚上都在找，还有前头的操心这个公益的，还有你们交警的，我们都感谢你们好心人士帮我找到我弟弟了，都是非常的感谢。现在呢，我们得知他已经安全的回家，作为交警了，我们也很。感到很欣慰。今日一早，到市区新进路甲极山路交界处，一条直径300毫米的自来水管，本交机在拍钢板砖的时候扭破，导致自来水车喷出来。警水部门接破后，立即交警处置抢修，而该建物抗议修复，恢复正常供水。石化路段正路时间改走，火警金刚拉起压缩站盖，更正能往大，水管本已扭破后。自来水不断地冒出来，就甲喷砖病样，水条直冲上压缩站二楼的顶棚，再涌入管理管，造成空气开关甲电器堵路烧毁。管理管通开会进水。事发后，现场的道路施工人员
后面用高机械高道对自来水管界喷水口界压紧，防止自来水继续影响到箭头界拉起压缩站。日子报情况后，经水部门界抢修难忘，也后面高调处置。啊，就这么的过了，那个一放过了，那一道给开起来了。这个就多少？三百。三百后边有。哎哎。这个也有啊。老杨，我过了几片咩？正眼掉。目前水管修复工程花落真惊，预计今咩就变完成。这个道路施工单位负责人介绍，事发的时候，工人正准备开挖机器，无想到唔小心流破自来水经水管，并造成拉起压缩站受损。一人外负责修复。我前就拍个钢板桩，因为下摆流沙个严重，我前都拍个钢板桩个瓦窗底啊。我前就是个唔在在去泵了，我前就是慢慢叫水厂个修复个。就当咱做咩人工，有啊，只有个有啊，我只有白相海啊。本月八号，市民吴先生开摩托车到市区浦江路食餐饮店食午餐，无想到到用餐个时候，摩托车竟然不能偷看去。吴先生答。当即当讲在一点过，伊将摩托车卸到餐饮店门锁个车位上，然后入去食饭。近半点钟之后，伊才把饭行出餐饮店，却发现摩托车已经不翼而飞。伊查到公安视频之后知，这车不能偷看去。一个戴口罩的男子，过来，手脚好像比较麻利的这样子，然后过来扭了大概前后有两三分钟吧，然后就把车开走了。那个人的手法比较熟练，应该是老手，应该是经常这样盗窃吧。当时正是当我落班时间，路顶人能不少，进出餐饮店的顾客也不少。吴先生做你拢无想到，贼惊竟然假盗窃的时候落手。这条浦江路的那个人流量也挺多的，平时，然后他白光天化日敢这样做，应该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，应该是有同伙两人以上作案才会这样的那个把握。对，因为进进出出来来回回都有很多人路人嘛，肯定还有一个人帮他望风，不然他不敢这么胆子这么大。吴先生答，被盗的摩托车是被古装用防光媒介，如今不能偷看去，伊确实可疑。事发之后，吴先生报了警，伊希望警方能够将贼惊绳之以法，也提醒广大市民，日常要做足防盗措施。我也希望就是说相关部门哈，就是重视一下这件事情，毕竟这条路也是工业的那个产业园区，能给大家哈营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。我也提醒大家，在这边这条路哈停车的时候一定要那个锁好，保管一下自己的财物。到今年东洋广播电视总台界三洋澳门会场，澳台记者刘琦现实本届无改岛的处境经历，引发全网的热议。假冒娱乐商品被曝光的背后，澳台记者的江浪跳车。让人抬高了消费者处境的困难。记者上映无改道，确实不小心成为了二手车公司的二把手，登上了带着十挂的地价的大镜头。这就是阳光状态，带有澳门会记者刘琦的亲身经历。带着面具面对镜头的刘琦，说着家己的故事，评论区的网友会却打开了话，有人侮辱刘琦的工作力勒强，但未搞销售的恶对面好记者，更多的人为刘琦同意接受的日月条位奖赏，但伊不忘初心，而且是有良心、甲专业感的记者，特别尊重甲认可。网友会的恶落，也是因为咱现在加盟娱乐商品被曝光的背后，有太多的不容易，消费者锐况处境真是可恶。每年三洋澳门会播出的幕后真相，拢令人触目惊心。如果未被媒体曝光，这种问题真是可恶比多少人知甲了解。消费者锐况人、处境人是其中重要的一环，这个也是刘琦不得不去对恶对，才能够完成成本调车的原因。为揭露无二手记者交易平台欺骗消费者的问题，刘琦算是交自己的公司当销售，但销售自己的职位无必要交黑市民证据，以至于直接劫直挪啦。就成交了公司二把手，只有了可以查台公司内部资料资格，调车处境也顺风顺水起来。可见普通员工拢只属唔少的性格，普通消费者如果要好手，谈何容易？保护消费者权益，需要消费者增强锐况意识甲常识，也需要锐况机制，
发怒发贵，更加妄想。感官的空白爱晓得，感官的模糊地段也更需要明确。毕竟媒体曝光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就需要相关部门同紧紧将问题解决掉，才不会让老客户的着急跟努力白费去。